哥这边先代表你，还有你的家人跟所有媒体朋友，还有今天或是每一天会到场来跟 Miu 记忆的艺人朋友，然后还有未来两天也会来看 Miu 的粉丝朋友，都先代表他们跟大家说一声谢谢。不好意思哦，整理一下，因为 Miu 其实他在他生前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温柔的，然后一个很好很好很好的姐姐。那他也不希望麻烦大家，所以家人其实一直交代我要跟大家说谢谢。这些报道我们其实包括家人们也都有看到，那也请大家很温柔的我们一起把这个很好姐姐一起送走这样。那Miu 的表妹然后有画一个这个小小的贴纸，然后上面是笑笑的朱丽姐。因为其实我回头想想，我每次见到他，他都是很开心的，没有看过他一次哭脸。那也希望所有爱他的朋友，不管是粉丝也好，或是艺人朋友也好，或者是家人们，都可以永远记得他在台上唱歌，然后最漂亮的那个样子。